买了钵钵鸡，我出来吃饭了。救国，我还没下课吧？谁？上二楼？难道是巴士大人？根据网上的说法，巴士大人要用食盐。我的眼睛！都怪你瘦瘦，我刚买的增高鞋被你搞坏了。这明明就是高跷，好吧？怎么变暗了？肯定是你把路灯撞坏了，我可不赔啊！放屁！我拖住他！别过来！我明白了，你不会是口吃吧？难道你是想吃钵钵鸡？我你口吃你不早说，等着我给你拿钵钵鸡吃。好、救火，他走了吗？瘦瘦你个怂蛋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发育比较好但是有点口吃的小女孩而已，看给你吓的。吓死我了，谁让我长得帅气气质好，把事看了走不了。谁教你的顺口溜？给人送钵钵鸡去。这不是巴士男的帽子吗？